刚才突然那个主持脸部啊，主持脸部连到脖子，好像被胀伤的感觉啊，被胀的那个感觉，就整个一片，不是吧，好像被胀了根，胀了一下啊，那个气囊啊，往下掉的时候，噔，胀到下面一个小三尖上面，小三尖的噔，胀了一下啊，然后那个球啊，往侧面滚了一下啊，如果是地球人的话，这一胀的话就是。就胀了那个，看脸上被胀伤的感觉啊，只是把这个信息告诉我了。如果是地球人呢，就知道了一个致命的打击，滚，胀了一下啊，会受到致命的打击啊。但天人在里面的什么感觉都没有啊，知道哦，碰了一下啊，碰了一下还是知道的，但对人体没有，对他的身体没什么影响啊，没有像那种有冲击感的那种啊，只是感觉到。但如果地球人嘛，就这一下，就好像，伤得很重啊。哪怕外面有个爆了什么东西，毕竟那个，重的还在嘛。虽然没直接唱到什么的，直接胀伤到，但那个重的还在嘛啊，会伤了一下。好像他们，没啥事啊。再仔细看，好像他们那个气囊后面有像一个绳子拉着的啊，就挂在那个天上，专门有绳子拉着感觉。所以下来的时候，遇到什么。遇到什么问题了？好像稍微他们那个稍微拉紧一下子啊，也没有什么重点的特别的重点的感觉，但也有点感觉，有点感觉，但没有说特别的感觉啊，是这么一回事啊。好，知道了啊，知道了啊。好，再见啊，再见啊，再见。